年度总冠军球队联盟给50万奖金啊。这个球呢，二垒手接到，抛给游击手先封杀，再送一垒 ，double play， 黄浩然打了双杀打。哇，这个球，咖啡小子林伟恩还秀了一下哦，胯下穿过林志平，把球传往一垒。很有技巧的一个闪躲之后的传球。看看哈，这个、今天的花球不错，制造了一个二垒的滚地球，二有的一个搭配。对，我们待会应该会有那个镜头、哦。这个黄浩然，你别往上顶啊！哦，从胯下过来，哦，有闪过了哈、哦。有闪过，而且他有稍微跳跃。